饭得好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吃不懒做，想吃就吃的波嘎波，欢迎收看直播哥。最近很多人都不怎么出门了、都基本上在家里很少出门，所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村的现在的一种状况啊，然后也希望尽早的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。我们去看一下吧。我先用这个无人机看一下我们村庄的一些情况啊，因为最近大家都不怎么出去啊，村里的人大街小巷都看不大到人，基本上出来的也都戴着口罩的。现在很多村的路口都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牌啊，就是禁止车辆出行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，大家要做好一定的防护啊，就是说少出门，保证家人的安全啊。刚才这个村里到处走了一下，隔壁村还有我们自己村都在封路了。我刚才也用航拍仪升空看了一下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，人员都很少，大家都基本上不怎么出门，待在家里啊。要是实在憋不住啊，我希望大家都能戴上这个口罩啊，也希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希望一切会好起来了啊。